哎呀，不得不说杨帆的位置真的是带孩子8年经验我们才学到的，孩子在家得受了多少他爸爸的这个亏呀！啊，8年经验，对不起我，怎么了？宛如你什么意思？都不想跟你站在一个舞台上，都明白吗？宛如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叔叔也是好心嘛。杨帆，正式通知你回去写份检讨。